年来相当流行运用想象力错视题材的谜题，而 Guazzo 也是一款运用错视概念设计的创意游戏，要来考验大家的空间感与逻辑。玩法很简单，只要移动观看碎片的角度，找到特定角度拼出图形就算过关咯。要是觉得难度太简单，还有两种难度可以选择，而且每种难度都有高达上千个图形关卡等着你来挑战。你看这最难的关卡，当移动角度时，碎片还会跟着一起动，会不会太难解啦？